在这个佛门里面，哦，常看到很多的这个专业的术语，哦，这些用词，好比说这个观呐，哦，念呐，哦，等等。那么这一些一般哦，在我们世俗里面，哦，这些字眼也常常在运用，哦，可是它其实在义理上，哦，跟所谓的生命本然的境界上，其实是相差非常远的，哦，那么。我们就拿这个念佛哦的人来讲好了。我们常讲说这个念佛念佛嘛，哦，那又有在16观经里面最后一个第16观又告诉我们哦，持名念佛哦。那么这里又有所谓的观，那么又有所谓的念哦。那许多人也常常在这个地方搞不清楚哦。所谓的观离心意识，那么他讲到离心意识。它就有一个所谓的纯理性的概念。那么我们一般在讲的念哦，它带有情哦，可是在于佛法的教学上哦，常常叫我们离情哦。那么因为只要有情，我们就处于这个妄的境界里面哦。那么情也是妄产生的，有情必然有妄哦。那这一个观哦，又不是我们一般哦世间人所熟知的这一个观察。哦，那么佛家讲观想，哦，这时候又一个想，那他又不叫我们直接哦用这个想字，哦，可是，在所谓的行门上，我们如果在解门上没办法去透析这些用词的义理的话，我们在行门就会把它用错，哦，我们就会用着我们自己的经验法则的定义，再来去行持佛法的这一个所谓的超越境界的。行持，这时候哦就会变成鸡同鸭讲，我就会把它搞错。那这也是现在人学佛的一个最大的一个问题点哦。那讲到现在，好像古时候没有，其实古时候也是哦，只是说我们现在在这种文化哦的一种通贩上哦，这个相对于古人哦，在文化上比较闭锁。那么在闭锁的状态底下。哦，有一种先天之变哦，先天的好处，这个好处是什么呢？哦，就是人的这一个妄念的延续会稍微少一点，因为它欠缺缘。那么我们现在哦多缘哦，所以同一个妄见种子被多的缘浇灌之下哦，它的这个果报的一种延伸也就显得特别的广哦，而且深重哦。所以讲到这个观。在《心经》也常告诉我们呢，哦，这个观自在菩萨，哦，为什么他讲观而不是念自在菩萨？哦，所以他也告诉我们，哦，一切菩萨行门，在要证得所谓当位之前，你一定要修得观的能力。那么我们刚刚前面讲的离心意识，那么离心意识这一个心意识，现在人。又非常难以去体解哦，可是，在佛门里面常常有这一些术语，所以我们常劝着哦，在学习佛法的同参哦，即便哦有缘哦接触了这一些佛门的哦这个叫知见常识知识哦，可是，在生活当中的运转也要特别的小心，因为我们人是一个习惯的动物，这个习惯哦是一个先导哦，它会。导引到我们往这个习惯
哦背后的那个果报促成。可是常常这个果报跟我们的习惯哦的运作是一个两头哦，所以两头就是相违背哦。我们所想的、向往的，跟我们所运转的哦，它不对都哦。那这一个不对都是在我们心境上，而不是在所谓的自然理则上。自然理则其实是对都，所以在这个状况里面又出现了一个课题，也就是所谓的形式跟实质的问题哦。那从这一个角度，也是众生特别难以修行的关键。哦，所以讲这些哦，通通可以让我们归纳哦，去理解到一个佛告诉我们的哦，这一个佛法其实是一个解难行易之法哦。那么佛法代表着什么？代表着我们一切众生哦，一切虚空法界存在的生命体的一种归属。那为什么叫归属呢？因为我们一切所有的生命体，都有一种所谓的基本基底的向往，就是向往幸福美满。哦，那么在向往幸福美满这个果报之前，哦，我们也向往哦所谓的促成。那这个促成就是所谓的觉悟，所以用一个佛来代表。哦，佛是觉悟的生命体，那觉悟的生命体必然哦能够化解一切错误，所以它必然幸福美满。哦，是从这个角度上讲，所以这是一切众生的本来向往。哦，所以讲到这个佛法的时候，我们哦常常又在里面打转，而于事与愿违的多。哦，这时候哦大家就会产生很多的疑惑，好比说，最近也有很多疑惑啊。哦，这个布施是因，福德是果。哦，可是有的人也尝试着。哦，也很努力的哦，去布施看看哦，可是福德哦，却不是我们所设定想象的那么的对等的回馈哦，那这时候就会产生很多的狐疑哦，对法、对自己哦、对一切所接触的总和哦，接触佛法的总和，产生很多的质疑跟疑惑。那这一个问题是一种常态，尤其在这个时代哦，很少人能够依持这一个这么与佛法这么简单的一种布施心福德是果的理路当中，真正去得到哦，真正自己所能够哦设定的这一个福德果。那为什么？因为佛告诉我们一句话：因地不争，果遭予取。本来哦，这一句话是在告诉我们成就无上道这一句这一个生命状态哦，可是。佛法是一即一切哦，不管你是成就无上道还是印多道世间法，所谓世间法就是不能超轮回哦，我们在佛法的定位都叫做世间法。那么能够超轮回哦，是一个所谓的究竟的方向哦，它还不一定是究竟法哦，它只是一个方向而已。那么在这个方向对的前提之下，才有真正的究竟法。那么所谓究竟法，在佛门里面有一个名词就告诉我们，叫做一乘圆教。一乘圆教它处处导归自性，导归实际。那么实际这些又是佛学名词。所以现在的人要去解很难很难。那么解的难又不是透过我们广学多闻或多花一点时间就马上能够解决。我们好比拉到刚刚讲的布施心福德是果。诶，这么一句话的传输出去，照理说我们就解了、解就是一般你们用叫做懂了，对不对？那懂了的话，为什么我们还是得不到福德、那得不到福德有很多层面，有的是我也真的去布施啊、那有的人是 我懂啊，可是我没有去做啊、那有的没有去做他也觉得他在做啊、那有的在做他也真的觉得他做的很多啊、你看没做的觉得做啊，做了觉得自己做很多，啊，做的很多觉得自己做完全完满到位了。你看这个都是我们自己的这个经验值的思维的落差。那光是要解决这个问题，可能我们都已经花了生生世世了，无量劫，无量劫在解决这个问题。那么如果这个问题没有解决，彻底解决之前，老实讲，我们是没有能力学佛的。那所以佛法
虽然哦，它在这一个时代资讯发达哦，有一种通贩哦，好比说我们现在也常常知道网络啦，哦媒体啦，哦这种很发达的一种平台哦，常常我们也会收到，不是我们你们啦、啊、哈、哦，你们有些人，因为我很少在用电脑的世界，就会收到一些心灵鸡汤啊，啊也都有很多佛言佛语啊，哦可是你有没有发现，我们在当下看的时候，煞是一回事，对不对？啊，也有的很感人呐、啊，啊，有的、啊、对对，频点头啊，哦，这讲的有道理啊，啊，然后呢，啊，然后我们关了机之后出去，还不是一样造饭，对不对？哦，啊，佛法说啊，什么才对，心量要大啦，对对，要多花一点时间在对的事情上啦，哦，不要浪费时间，我们也频点头啊。那么为什么我们关了机之后，我们还是多花一点时间在无谓的事情上？啊，不要多花一点时间在对的事情上，那通通是这种东西。所以这一个问题哦，由来已久哦，所以一个修行哦，能够彻底达成圆满结果的状态，它势必要有很精微的功法哦。那么我们在网络也好，或者是听过某某老师哦，听过某某大师哦，这世间很多大师。哦、然后跟我们东讲一句西讲一句的，我们都会觉得有道理、哦、可是这个有道理为什么起不了作用？因为这个道理没有趋向、哦、或者是这样讲转化、哦、成真理的层面。所以道理归道理，那我们的人生归我们的人生。那这时候 有时候、哦、我们没有因为这一些正确的道理而改善人生、哦、还好，我们常常又因为这些正确的道理而毁坏人生、哦啊、这个世间人又很难去理解、啊、怎么会正确的道理毁坏人生呢？因为我们用着我们具身烦恼去体解、哦、这一些正确的道理，那么我们的具身烦恼有一种所谓的依妄自主性的延展特质，那么所有的正确的道理、哦、它来到我们的具身烦恼的基底下，它不但解决不了它，而且还会被我们具身烦恼的这个习气的功能去消化。那消化了之后呢，我们具身烦恼就会扩大。那么这些正确的道理变什么呢？变成我们具身烦恼发展的工具跟养分。你看啊，这个都是一线之隔。所以古人也告诉我们，当今的人也都知道佛魔一线间、哦、那一线在哪里？一线就在我们的起心动念、哦、所以刚讲到具身烦恼，什么叫具身烦恼、哦、佛帮我们分析了、哦、具身烦恼有三类，其实还有很多啦、哦啊、他有时候在不同时空讲法的时候，他会列举不同的项目、啊、好比说我们最常听到的是什么？傲慢、嫉妒、贪欲，对不对？哦，那有很多学过贪嗔痴啊，对不对？那那当然也是啊。哦，贪嗔痴慢疑二见啊，通通是我们具身烦恼。那什么叫具身？具身就是世俗话讲的与生俱来。哦，那与生俱来运用这一些特质在过我们的日子，我们产生的结果就是烦恼，所以叫具身烦恼。哦，所以刚刚讲的那一些特质是烦恼结果的根哦的原因呢、啊。哦、所以如果我们没有这个精微的功法的时候，我们会依我们以为理解的理解去理解它，那么这个理解其实是那个我们以为，那这个我们以为的本身又是一种具身烦恼、哦、所以层层叠叠的具身烦恼，所有你在这个人世间所学的你认为的不管是佛法还是一切圣贤的教戒，通通会回归回来我们的习气之长、哦、那这时候习气就特别开心、哦、因为假设说我这个人的习气是好辩、哦、喜欢跟人家辩论、啊、有的没的、哦、这样、哦、可是 我肚子里没多少料、哦、这时候我老辩输，对不对？那这时候我会、哦、我久了之后我还渐渐的不敢辩了，对不对、哦、可是这么一学佛了，对不对？肚子的涵养多了，所以你们就知道涵养不等于修行、哦、那么修养也不等于修行、哦、等一下再告诉你们这个，如果我没忘记的话、哦、所以这个涵养、
多了，那你这个坏习气就多很多工具啦，对不对？哦，你肚子很多墨水啊，那这些墨水要拿来干嘛？拿来泼人的，对不对？哦，把人家泼得脏脏的，然后泼到人家恨得痒痒的，又跟你对立。你看，人生就不断在这种恶性循环里面，我们还自以为我们很优越哦。所以以前我常常在讲，如果你有缘修行哦，或者是现代化白话叫做生命成长哦这件事情的话，你千万不要用着我们从小到大哦被哦知识教育所熏习的那一种方法哦去。那种方法的概念哦去对待，如果这样的话，我们哦势必哦就会变成我刚前面讲的涵养越来越多，可是我们的命运越来越惨哦。那么这个从哪里就可以去知道？佛法讲求印证哦。那么我们再回忆一下哦，这里有年轻的，有小的，有年长的，对不对？要每一个人的历程，在从小学习哦，接触教育的过程里面，一直到现在，我们难道从来没听过正确的道理吗？对不对？然后这些圣贤的教诲教诫吗？通通有听过啊哦，乃至于所谓普世善的价值观的这一个运转哦，我们当然被运转了，我们在熏习嘛，对不对？哦，可是我们通常有熏没有习嘛哦，因为我们没有改哦，那就等于没有习。哦，学习到，那么我们听的够多了，对不对？可是我们到现在还是烦恼一日牵挂，还是没有一个正确的道理，我们真的可以用上的。哦，这一个是为什么？就是我们从小到大学习的这一种模式，这种模式也就是我刚刚前面讲的那个功法。哦，功法它不够精微，哦，它不够精微。那么他甚至于不但不够精微，而且可能还错误哦，错误。那么所以我们一直以来以为懂了就解决了，可是在佛门里面，因为他论实质，他告诉你的懂是什么意思？懂就是你做到了，你做到了叫做你懂了哦。那如果从懂的角度说，你真的懂的，你一定做得到哦。那你做得到的，你以为你不懂，其实你也懂了哦，是这样。所以那个懂与不懂是我们的意识形态，从意识形态的角度通通没有离开我们刚刚前面讲的那个观、哦、的离心意识的那个心意识、哦、那么我们现在在讲的意识形态，在心意识的范畴里面，又不是法相唯识上面在讲的这一个很精细复杂的生命状态的那个识、哦、唯识所变，唯心所现的那个识哦、那个非常复杂、哦、那一个是已经把我们所有尽虚空遍法界、哦、一切涵盖总体不同维次空间里面无量无边的生命状态的从起源、哦、到生灭、哦、到不断循环的这些理路全部讲得透析了、哦、所以这不是一个小课题。那么我们刚刚在讲的意识形态是什么呢？是基于这个是变出来之后的生命哦，引流哦，产生这一个分别哦，又有当中的执着哦，执着到根底的这一个层面，我们在讲的意识形态仅止在这边哦。那你看，光是这么一个小的课题，就已经搞死我们一切众生了哦，让我们对于生命解脱求出无期哦。那有的人会讲到啊，生命解脱离我太远了、啊。哦，还是刚刚讲回来，刚刚那个布施是因福德是果，为什么我努力布施，我认为我这么努力布施，我还是得不到那个福德果呢？哦，你看，那你得不到叫做什么？就是你解脱不了嘛，哦，你不能满意的意思嘛。所以你们要知道，解脱不是人断气，而是要去哪里才叫做解脱？哦，解脱或者叫解脱啦，哦，这样子。那解脱解脱是什么？解除一切烦恼嘛。脱离一切苦厄，为之解脱啊！哦，所以你就知道，你如果有布施，那你希望得福，你真的得到福了，这也是一种解脱。你看啊，我终于没负债了，是不是有一种解脱的感觉？哦，可是这个是小小的解脱，固然是。那么，如果会的人一即一切哦，他这个概念哦啊，比如说我所讲欠债啊，负债累累，我终于什么？还清了，哦，解脱了，他就会把这一个心的感受，
哦，这一个得到的这种清凉感，哦，把它存留住。所以这个存留住印都在未来的人生的每一分每一秒里面印都上去。你看这个很多高干，他什么都不用做，他就是做把心停在这一个美好就解决了。哦，那有说阿卡好家伙的代志，哎，真的有哦，哎，那是你不爱去实验。哦，所以佛告诉我们，一切法从心想生。哦，他告诉我们，诸法所生为心所现。你看，光是这个心出来，虽然这个心还没有到达生命的本源处，这是心现。哦，心动了。哦，这个整个宇宙的波动现象，第一个频率就出来了。哦，第一个那个频率出来，它就不是真的境界了。哦，可是它是一个美好的境界，当然相对于我们现在的薄地凡夫啦，哦，芸芸众生啦，这六道轮回啦，这四圣法界的阿罗汉、辟支佛，哦，四圣法界的菩萨，跟四圣法界里面的藏教佛、通教佛，相对于这些，哦，都是一种很美好的生命境界了。哦，那时候，哦，假其名叫做一真法界，哦，一真法界。那一真法界在卸除了这个心现的第一个波动现象的时候，你就回归到真正的真如法界，那个就叫做常寂光，哦，大光明藏，哦，就是那个生命最美好的一个初始点，哦，也是我们一切众生的家乡，真正的家乡，还没有走出去迷路之前的那一个点。那我们现在都谈不上，哦，啊，谈不上这个事也不能理解，哦，这一个心现不能理解，那心现了之后呢？哦，这个是刚讲的心意识，在佛门讲阿赖耶识。哦，那又告诉我们，比如说唯识法相，刚提到这个名词，哦，有一个宗派叫做唯识宗，对不对？哦，法相。那这一个脉络，哦，是佛法里面的，用我们现在的世间的学术单位的名词比较接近。佛门的心理学，哦，心理学，那，佛门里的生命，一切众生类别学，哦，我刚刚讲话有点迟钝，就是我把佛门里的人类学，哦，啊，人类太小了嘛，对不对？所以一切族类啊，一切众生族类之学，这形形色色怎么产生的？所以它非常的庞杂，哦，这个叫回事。所以它也告诉我们，一切的众生，哦，它存在兑现出来就四个分，哦，所谓见分、相分、自证分、正自证分，哦，那见，哦，见我们好解叫做什么？叫做精神层面，哦，精神层面，哦，精神世界。相，哦，相大家也比较理解，哦，叫做色相，哦，这个色就是所谓的物理，哦，物质，所以叫物质世界。那你看我们这个依人类来讲就比较能够去理解它，但佛法在用见分、相分，它当然有别于我们人类它的逻辑范畴能够理解的这一个言外之意。那么我们用我们的理解也是可以搭一道桥，慢慢往那边去超越。所以见分我们把它方便讲就是精神世界了，相分叫做物理世界。那我们是活在这一个世界里面，那还有一个叫做这个世界的那个基底，这个是这两个世界怎么变现出来的，还有那一个世界，那一个世界我们就告诉它叫做自证分，自证分，所以自证分是一个能量本体，那么也就是刚刚讲的那个四的一种作用。那还有一个状态就是我们如果只是这样，那我们就被我们原来创造出来的错误的生命给牵制住而永无出期了。所以好说我们生命又有一种那个你们最早的那个侏罗纪公园不是讲什么生命会自找出路，对吧？自找出路。那当然不是以你们现在看到的演化论这种出路啦齁。我们讲的不是演化论，那事实上你们要了解到真正生命的底层的时候，你们就会知道明白根本没有演化这一种事情，进化论那么为什么？因为一切的现象都是你们望见种子
这个底片所投影出来的相似、相续幻象。所以它前面有一个相似，相似就是很像，那很像就是不一样，那相续它连续，连续，那有连续必有两个个体啊，要不然怎么会有连续，对不对？相似相续的幻象，那加个幻，这个相似的底片，然后把它多起来，连续的一种运作，运转，产生一种现象，这种现象跟它原来这个底片的独立存在本来不相干，因为从底片的角度是各个不相属，所以在佛门有句话叫做念念不相道，那这个都是它的术语啊，不好懂。那念念不相道就是什么呢？你每一个念头都没有彼此都没有关系。诶，这个我们现在人类就很难理解啦。我们现在的存在都有关系，对不对？都有关系。那关系从哪里来？从那一个本来没有关系来。所以你看你们在看电影的时候，以前的比较好说，24格底片在一秒钟跑过去，就这一秒的这一个人的动作从这边走到那边了。所以你们认为的关系是什么？是他第二步跟第一步有关系，第三步跟第二步有关系，他是先有第一步再有第二步，有第二步再有第三步，所以这一秒钟从第一步走到那边啊，算看几步这样，所以这个人会动，所以你们以为这个是一个真的，其实这一个像其实是假的，它本来不存在，所以叫做幻象，幻有。那么什么叫念念不相道？它是从本体上来讲，也就刚刚讲的那个底片，你把这一秒钟24个底片整个剪下来，一个一个丢在桌子上，它每一张不相干，对不对？每一张就相干。所以这个例子，如果会的去体会到你们的生命状态，整个尽虚空遍法界的形形色色，刚刚讲的那个见分跟相分，精神世界跟物理世界其实完全不相干，你是可以把底片抽掉的。一抽掉，比如说如果你们把24个底片中间抽掉几个是空白的，那么你看到的画面就不会如你刚刚看到的这24个底片有连续的这一个投影出来了，它中间好像会有一个空白，好像变成什么，你们现在时空转化了，对不对？这样就这样走走走走，就过来这边，中间空白的，你看那这个你们能不能办得到？你们当然可以办得到，因为你们的这一个相，就是你们那一个念产生的，所以它不是演化也不是进化，可是在于我们的幻的世界里面，也就是说当你心现识变出来了，这个所谓的第六意识分别执着出来的时候，你的这一个生命状态就会以为一切都相干演化。所以你看佛说法依真俗二谛说，他在说有关联性的是不是占了绝大多数 99% 以上，再说没有关联性的他仅只占了几乎也不到 1% 的状态。为什么？因为我们不能理解，所以在运用佛法的时候，它绝对不是一种知识尝试的摄取或者是传习，绝对不是这样。如果是这样，我们就不会去体会到为什么佛门的古师大德都告诉我们解难行易这件事情了。那解非常的难，可是偏偏有解无行增长邪见，有行无解增长无明，它又必须要两个状态互相为一。那么就我们世间法来讲，本来也很多的这些圣者能够体会到解难于行这件事情，可是你看我们现在的众生多数都是什么，都是遇到任何事情都是脱口而出是什么，是阿明在这里对啊，对啊，明明知道做不到啊，对不对？哎呀，知道容易啦，做到很难啦，都是这种那你就知道，你看我们已经愚迷到这种程度了已经愚迷到再去加码错误的知见，那这一些知见又会回过头来
变成我们下次更愚痴的那个叫做防护罩哦，对不对？人家要突破，人家要帮我们敲碎这一个鱼池，我们又建构一道墙哦。那你说啊，你要敲碎我的鱼池，你先敲碎我前面那道墙吧，对不对？啊，大家敲墙了，哎，发现危机哦，这墙也撑不住，再制造一道墙，第二道墙又往外制造哦。你要敲到接近我这一道墙，你先敲最接近他那一道墙，对不对？这样子啊，我们就在一直建构这个东西哦，所以你就知道迷哦深。这个分别执着越来越深，越来越深，越来越深。所以以前在讲的什么吼，你那哪不这何俗吼，那哪这恶的了十八层地狱，对不对？哦，现在岂止十八层，108层都还不能形容，对啊，不止十八层的。所以这个也让你们去理解，地狱不是谁设定出来谁盖出来的，哦，地狱也是我们众生心现识变出来，就刚讲的那个底片，那它当然也是幻象。哦，可是你看，偏偏我们这个根深蒂固、执着深厚到不行的众生，即便听到幻象了，哦，我们还是放不下。哦，那你看，我们现在都听到了，哈，就要此时此刻，哦，我跟诸位讲，那些都是假的，那懂了吗？我在说懂了，哎，还是不懂啊？那懂了，你怎么还会怕呢？对不对？哦，那这个刀子戳下去是假的，懂了吗？啊，懂了。那你不要来戳我、啊，会痛，对不对？啊，那痛也是假的啊，懂了吗？对不对？那你就会越来越多疑惑哦。如果一我们从小到大，那从小到大一直一件事情，从生生世世到现在，哦，哎、啊，你们的从小到大的累积绝对不会只有这短短几年的基底哦，它都累积了所有的生生世世哦。那这个就是俱生，刚才讲的那个俱生，与生俱来的意思。那可是哦，这也是从熟地的角度去讲。那与生俱来，如果哦它不能改变，那我们也不用学了，对不对？哦，可是从众生的角度，就好像刚刚讲，我们习惯了演化论了、进化论了，哦，所以人是从猴子演变成猩猩，猩猩演变成人猿，人猿演变成人的，对不对？哦，演变成真人哦，那我们现在是什么？最后演变成我们这种很假的人，对不对？哦，那变种人哦，都是这样。那这一些哦，就是刚我告诉你们的这一个念念不相道的底片哦，你不断在创造，不断在创造，然后创造的底片都不一样。那你把这些底片接起来，也就是你把这些念哦接得很紧密哦，然后再运行。所以你这一个机器哦，生命本体的机器产生了这一股波动现象，这一个波一个波紧接着。哦，紧接着它在幻象的角度好像有关联性的，对不对？所以诸法因缘生，诸法因缘灭，这个缘哦，也就是世间人讲的条件参数关联哦，这个关联。所以一旦你没有这一个关联的关键，那么你这一些念念不相道的妄事种子产生的底片就无从显象起哦，所以它等于也就没有。我在要了解到这个层次哦，你才有办法真正回过头来哦，很坦然的面对你的人生，而于什么一切障难现前的时候不动心哦，因为你这时候才能真正哦理解懂得什么叫做假的，什么叫做真的。那这时候我们讲真正嘛，所以这时候世间。出世间法的一种所谓引导阐述，哦，出世间。那即便我们世间的圣者也多有这一种解难行义的概念了，哦，你好比说，哦，我们也读过古书，然后古时候的这些圣贤也告诉我们，这个博学审问，慎思明辨，对不对？最后笃行。那么前面几个博学审问慎思明辨就是一个字解，那笃行就是行、哦、那你看如果解这么简单我们一下就懂，那我们干嘛花四个步骤功法来搞定它？那行只有一个啊、哦、那你说啊，我行也要大费周章啊，我行的不到位啊，对不对？我做了第一环扣第二环扣还没做到，那表示不是你第二环扣没做到，而是你第二环扣没有解到。哦，那所以你在行的功法的运行当中，
你也都在解，所以你看解非常的难，非常的难。所以在佛门里面告诉我们，一即一切，一物就一切物了。那么我们现在的很难去理解这一个概念，所以我们变成要以所谓的见次地修的方式，那一个一个事项琢磨，在这个时代也契机了。所以在佛法也常告诉我们，契机契理这个名词。那么契此时之机，不见得契彼时之机，那契此处之机亦不见得契他处之机，要契机契理，你才能真正懂得佛法的妙用。你看这时候叫真正懂得。那我们所读的一堆，我们又会常常用自己的见解那去定义，乃至于有很多的学习者自古以来到当今都是这样，我们有一种依循的方向的，那它也是对的。可是在这个依循的修持行门里面，当然它有解门，依解依定的修持当中，我们当中又会去什么，又会增生出来我自己设定的一个功法。你看又是我自己设定的啊，原来已经有啊，那我又是延伸出我自己认定的概念啊，那学习的过程里面就有很多自己的啊，然后我们又会常常说啊，因为我体会到这个，对，所以尽此的体会都是又再一次把我们的妄见种子再设置一个出来而已，它并没有达成真正修持的一个门道。所以真正修持的门道是你要把它去除，你原来的妄见已经太多了，这时候千万不要再增生出来妄见。那你说哎，那是好的啊，好的也是妄见啊，所以在对法的世界里面决定不平，佛法才告诉我们清净平等觉，那你没有平等你是不平，你绝对觉悟不了，那为什么你不平？因为你不清净，为什么你不清净？因为你妄见种子不断增生，所以这时候好像是一种圈圈的绕法，那会的是什么？你美好的原点出去有美好的发展，美好的发展又复归回美好的原点，所以它这一个圈完全都是美好，都是美好。那平和能这样，因为你原点的出去，每一个环扣，每一个刚讲的念念不相道的念都是美好的，那个美好的基底是什么？在佛家的标准叫做你每一个妄念出来你都放得下，所以你妄念出来你放得下等于你没有妄念，所以你那时候的妄念是什么？是所谓的应众之念，那应众是善巧方便之念，而不是你本身所基于贪嗔痴运行生命状态产生的一种概念，都不是那个。那刚刚讲这些，即便诸位在听还是都是一种概念，那我们也会觉得懂，可是只要我们的行门持法没有去运作的话，我们永远还是在于不懂的那个懂，所以佛学是先叫你去什么涉略，听听，广博的去理解，去学习。那这时候不是照单全收，不是照单全收。比如说我们现在我们小时候的时候常常听到一种学习的知见，你要多听多看，对不对？多听多看。可是后来长大发现多听多看怎么跟我们学佛的一门深入，先不听不看完全违背，那这时候是佛法的不对呢？我们要去理解古老祖宗的教育，当然我指的是我们中国的古老祖宗的教育，这个有什么不一样呢？因为我们东方古老祖宗的教育是智慧的教学，那么西方的这一种通才识为基底的教育是一种所谓的知识常识的教学，那也许它也可以是一种聪明的教学，可是不一定是智慧的教学。所以我们回观东方古老祖宗，他的教学也是刚开始叫你先封口封眼，
风耳。哦，那这是为什么？因为他要你想办法得到亲近这一个枢纽。那么我们从小广学多闻，哦，我们到长大越大是烦恼越多。啊，老祖宗也告诉我们，知识多时烦恼多，世人多处是非多。哦，那么这个事情，你看跟我们从小到大接受西方教育的方法模式完全违背。哦，那事实也证明我们现在的人烦恼太多了。哦，那烦恼多等于一件事情，等于智慧少。啊，其实是这样，是有烦恼等于没智慧了。啊，智慧不是没有啊，是被烦恼给覆盖住，所以覆盖住就变成你的智慧没有作用啊。所以一个真正有智慧的人，处于这个人世间是完全没有烦恼的哦。那他这一个事情，依我们现在人哦，就很难去想象啊。哦，依我们哦多数学坛的经验值来讲哦，这个很多的哦，欧力上、欧巴上啊，哦啊，当然现在这个年纪越来越降了啊，哦，因为年轻小伙子哦。年轻哦，那个女孩子哦，通通一样哦，还有小学生也都一样哦。哦，我那天遇过那小学生幼稚园，我问一个，我好烦哦，天天都好烦哦。啊，你得5岁、4岁，你是在烦啥？我好烦哦，好烦哦。啊，重点又来了，啊，是在烦了啥？哦，是在烦什么？然后就是都不知道在烦什么，好烦就对了啊。哎呀，你看哦，在那你在烦，你还不知道你烦什么，那是更大的烦哦。哦，那这个一层一层一层哦叠上去，你看，所以我们现在的这个以前没听过有忧郁症、躁郁症啊，以前连听都没听过啊。哦，那你看，中医哦，古老的这个医书2500多年来，你有时间去翻阅的人，对不对？你没翻阅到中医的任何一个病象，有一个叫做忧郁症的，对不对？哦，躁郁症，对不对？都没有这种东西。那我们现在呢？为什么这个忧郁症、躁郁症在小孩子10岁都有了，7岁也都有了，很烦呐、啊。哦，那其实很多的这一些哦先生、哦小姐们来哦，就要烦烦烦，然后说：“哎，人怎么会烦呢？好奇怪哦，对不对？”然后他说：“啊，他有迄个人未烦呢，哦，他有迄个人未烦呢。”你看，这个就是刚我在讲的哦，如佛所说，依真说、俗说哦来定位。那套迄个未烦的是咱的现象，我们的现象哪有那种不烦的？可是从我们的本体本来应该就没有烦这件事情。那为什么我们现象会有？因为依妄起用的那个相似的相续幻象。我们刚刚是不是讲有两个圆，从原点又回归原点？刚刚第一个讲的是原点的美好哦，你每一个念相似的。幻象的底片都晒出什么美好的那一种，所以你这一个圆绕回来原点这一生，你绝对不会有烦恼这件事情，哦，那因为它有美好的因，哦，所以烦恼是结果，哦，没有烦恼也是一种结果。换言之，从这个角度，就是世间的铁律叫做因果律则，因果律则也就是我们现在用词叫自然法则。自然法则的基底下必然如是。那么，依我们世间的自然法则，一定有烦忧。为什么？因为我们想好也是妄，对不对？那你是妄的基底，你即便这个画面是好的，它不见的时候，你又忧，你又烦，对，因为这时候叫做什么？乐没了。哦，那刚刚那个美好的底片在作用的时候，叫做苦暂停。哦，所以苦暂停也不是真正的乐。那么，要真正没有烦恼，要必须回归哦于清净本体，那一个就是真正的乐哦，也是佛门常在讲的这个妙乐哦法喜。那个喜不是世间的欢喜，世间的欢喜就是我们刚刚前面讲的忧暂停哦，有一种叫苦暂停，叫乐哦，世间喜叫做忧暂停，所以苦乐忧喜舍。是我们生命的一种常态哦。那这一个舍，相对于苦乐忧哦，这个舍受为什么也不是一个好事呢？因为它刹那即逝哦，稍纵即逝哦。那么，如果你能把这个刹那的舍受，那这个舍是什么意思？就是你的人生
我在一刹那当中处于不苦不乐不忧不喜的状态，那个叫做舍受，感受的受。所以我们生命只要有苦乐忧喜，我们必然有烦恼，那么加上这个舍，那舍为什么又有烦恼？因为我刚讲太短暂了，太短暂的失去我们的对法的概念又出来了，所以不见了。其实这时候你有那个舍受的同时，你不见得你会迷恋那个舍受，会依恋它，所以这个依恋又产生苦乐忧喜。所以你看，这个就是负面的，从原点又到原点啊，从原点又到原点，这个通通在创造烦恼习气。那么如果我们能把握住，把后面这个舍受保持，佛经讲持嘛，受持读诵啊，为人演说啊，那个持，那么持斋啦，持名念佛啦，持都用这个持，那这个持就有一个概念，你要做到，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你要保持，保持叫做不间断，对不对？那刚刚前面讲的苦乐忧喜舍，这个就是一刹那就没了，所以它断了，它断了。那你如果能够把苦乐忧喜通通丢掉，那么你永远创造的都是这个舍的概念的时候，你那时候就是清净。所以你在这个时候你才有机会报名学习什么，学习第二个科目叫做平等，要不然我们都不平。所以你看我们在讲的这个细致度跟我们世间众生自我理解的都不一样。我们现在讲不平，前面通常还加两个字叫愤愤，对不对？愤愤不平，人家跟你讲的不平不是啊，这个已经是粗糙到一种实在不足讨论的一种生命状态了。那这个愤愤不平是在执着的范畴里面，那佛家在讲的不平是相对于分别的这一个生命状态里面，那么分别没了，你是不是就平等了？所以不是讲愤愤不平，你愤愤不平，你脾气平息了，你这个人平等观出来了吗？还是没有啊，对不对？还是很不平等啊。所以我们一定要把我们的概念给拓宽，在修持的解门上就要去做到哦，就要做到。那这怎么做到？不是要求你博学哦，不是停留在这边。那刚刚我们讲到这个博学哦，西方的概念跟我们东方也不一样。我们东方的博大，它后面跟着两个字叫精深，对不对？所以它是一种大树的概念，奇瓦那个树木的概念。那么西方的博大不一定有精深，所以它的成长方向是一种金字塔建构的概念。那金字塔建构的概念最终一定是走向忧郁症、躁郁症、精神分裂、钻牛角尖。为什么？你看本来多啊，越盖越什么，越顶尖只有一个，对不对？到最后什么都走不通。所以我不知道我们这个老祖宗，东方老祖宗自古以来的这个学位有没有一个叫做博士啦。博士是西方用词嘛，对不对？你们在座有很多拿到博士嘛，我是为说法故不是有讲到诸位纯属巧合这样。当然也是必然。巧合又必然，对不对？要讲必然不要怕得罪人啦，还要善巧方便。这个博士叫什么？什么都知道，对不对？叫博嘛，博士嘛。那这个士有一个士大夫的士，士大夫的士是一个所谓的有学问、有涵养加上有修养的人。有学问、有涵养加上有修养，其实是要准备什么？准备修行，是这样。那我们刚刚有姐姐提到这诸如此类的名词，比如说你们不要搞错看到一个会发脾气的人，你说他没修养，对不对？那对啊，那你说他没有这个修行，对不对？那这时候就要看你有没有看到骨子里哦，你知不知道他的发脾气是演戏的，对不对？是为了某一种机缘，刚刚是不是讲契机，对不对？他背后的气理你有没有看到，对不对？那如果他背后气理你看不到，你在他能够契机的当下，你也就不认为那是契机。
所以其实都是我们这边的妄哦来测度，而不是他那边的真哦有偏颇哦。所以这个修养是什么？修养就是一个，就好像我们现在讲的啊，好好先生呐、啊，不会发脾气啊，什么都事事好好啦。可是他一转头，哦，他一转头回到家，哦，盖着棉被自己在啜泣，对不对？你看不到，这个也都叫做有修养啊，对不对？哦，可是这个叫没修行。那有修行的人，他表面不一定是你看到有修养的那个样子，他有时候要呵斥的。好比这样讲，以前。在民国初年嘛，好像是哦，台中哦，当时最有名的一个大德哦，李炳南老居士啊，哦，他当年会下哦，有计策的已经是二十几万啦、啊、人次哎，当时还没有网络媒体的时代呢，哦，那他一生在那边嘛，哦，硬化，然后经验的这一些佛弟子大概五十几万以上，哦，一个学中医的一个国学大师。哦、那么他以前的教学是怎么样、哦、跟着他叩头的这些、哦、一个房间、哦、一个教室啊，不是房间，那教学嘛。然后他每次教学的时候，比如说20个学生在教室里面，他一定有轮值、哦、轮值。那你知道以前的教室都是有都前一个门后一个门嘛，对不对、哦、他就会轮值两个，每一堂课都会有两个、哦、两个学生、哦、一个站前门的外面，一个站后门的外面、哦、那就在上课。你知道为什么？只要有人来的时候赶快通报、哦、因为他有藤条、哦、他会打学生，对不对？啊，他的学生60岁、哎、不是打那个小朋友，他的学生最小也20几岁嘛，对不对？30啊，20-30，然后最大的也60几岁，通通打的、哦、通通打的啊，只有那种、哦、不是他的学生他不会打哦，所以一定要前面站一个，后面站一个。有人赶快通报藤条，马上收起来。藤条变成在黑板了，哎、欸，对不对？哈、哦，啊，没人就往那边了，对。还、啊、有人就这样，变这种画面。哦，那这个就是什么？就是机理的问题。哦，那么也于教学上，法非定法。哦，他要用尽无量的善巧方便。哦，那这一些善巧方便非定法，所以佛告诉我们：法本法无法。无法法亦法，今复无法时，法法合成法。那我们世间的概念就变成是一种齐头式的平等的概念，所以我们永远解脱不了、哦、我们永远在一种所谓的刚前面讲的意识形态上做梦、哦、所以一旦、哦、我们遇到的这一个形形色色人事物跟我原建构的意识形态不一样的时候，就是他们错了哦、那我们不会知道，其实我们的意识形态本身就代表着我错。所以在佛经告诉我们，阎浮提众生起心动念无不是罪业。你看他讲无不是、哦、那么在维摩诘所说经里面也告诉我们，阎浮提众生刚强难化，这阎浮提特指我们这个地球，还不是这一个大娑婆世界哦。那你看光是一个地球就已经浊染到这样了，娑婆世界、哦、一言堪忍之境、哦、也就为什么叫堪忍，就是五浊恶世浊恶到极处，让这里面的众生都最后还可以一丝毫的忍受、哦、那你想嘛，你的人生凡凡事事物都需要忍受，那是不是很不好，对不对、哦、他就要形容我们这个世界、哦、那因此佛教戒着佛弟子，在你未证得阿罗汉果位以前，不能相信自己的看法，因为那全然都是意识形态，全然都是意识形态。那你怎么画出这个呢？宝智公禅师言：不逢出世名师，枉服大圣法要。六祖慧能也告诉我们：菩提般若之智，世人本自有之，只缘心迷不能知悟，虚假大善之事，是道见性。所以你必须有这个依循、哦、那阿难问是佛集中经、哦、佛也教戒着我们从名师学戒，从名师受戒、哦、依循的意思从嘛、哦、顺从。那你看一旦我们不愿意放下自己的意识形态，我们在从的过程里面又依着、哦、我们的意识形态建构出我们认为的那一种从，对不对、哦、那一种依持，
所以这也就是我们生生世世求除无起的一个基础因，一个基础因。当然，我想一个哦，不是在讲我们的积习的那个贪嗔痴的那个哦，这么一个概括性的讲法而已哦，这也是其中一个。我现在讲的是一种学习态度的讲法，而不是我们生命俱生烦恼的那个集体三毒哦。那这个也就关乎到我们前面讲的那个修行的这个精微的功法哦。所以博学哦，这个博哦，老实讲，一博士讲法。是有一个涵养哦，有一个知见建构哦，那所以古时候这个启示，所以有时候我看有人在写这个文辞的时候会写错，这个当年释迦牟尼佛他们行托钵制嘛，所以被称为启示，乞讨的乞哦，啊是有涵养那个是哦那个。将军士，对不对？哦，乌将军，哦啊，乌士迄个士，哦。那么，有人会把它写错成见识广博的士。那当然，这个士，哦，骑士的士，为什么叫士？因为它是有涵养，它跟乞丐不一样。哦，乞丐，哦，他只是求人家给他而已。哦，那么骑士不是，骑士是一种他会回馈。哦，那么。他只是因缘应化哦，维持这个色身工具。那维持这个色身工具是要干什么的呢？哦，有两个层次，一个是在我自我未成就之前，哦，我维持这个色身是借假修真用的，哦，借假修真。另外一种是我们久远劫已经借假修真完善了，自行圆满了，这时候是为了众生之感。而道家慈航所应的什么感应道交的运作、哦、所以这时候是为度化众生用的、哦、所以也留这个色身、哦、所以在起的时候是养这个色身嘛。总之第二个的也是借这个假体、哦、来利益苍生、哦、令他们一切的假体能够成就无上真真之道、哦、是这个目的、哦、所以维持用的，那他的目的不在于我只是为了一口饭，而是为了你更好，是这样，所以乞士基本上有这一个涵养。那乞丐不一定啊，我们投钱给很多乞丐，他有时候还会跟我们哼一下，对不对？哼一下，你们有没有遇过这种？头天哼，才50块，有什么了不起啊？当然现在有人才丢那个啦，丢100块啦，什么？你们丢100块吗？丢100块下去，哼，不过100块有什么了不起？他还会这样跟你这样呢？所以你看，为什么把生命搞到这么沦落？必有其因哦。阿世间人讲，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哦。听起来很心酸呐、啊、哦，可是也蛮有他背后的一个理则在里面呐、啊、哦。那为什么？因为我们基底的傲慢嘛。哦，那你看，然后一个傲慢的人，刚刚讲俱生烦恼，第一个就傲慢啦、啊。一个傲慢的人不会因为他的社会地位而改变哦，哎，不会，他只会依于他的明白而改变哦，不会依于社会地位。你说我现在是一个公司大老板，所以我事事得意，对不对？哦，见到人哦，鼻子都在上面，对不对？哦，那这样很傲慢，对不对？那现在生意失败，你就不要你不要以为他就谦卑了呢。生意失败，他还是傲慢的。现在生意失败的，就是刚我讲的，哦，可能流落到只剩下在街头要饭嘛。对，那这时候还会哼，不过是100块而已。你不知道我以前赚1亿哦，对吧？还会这样讲啊？那你以前呐、啊，你看就讲东讲西，羞耻哦，就是在生活当中哦，你去随时检测你有没有这一些起心动念。哦，那如果我们不明白刚前面讲的那一些知见的话，我们遇到我们不会这样认知，我们不会这样认知。哦，所以反躬自省尚且已经是很不容易了，更何况是反闻闻自信。哦，所以我们信成不了无上道的原因在这边了。哦，人家是反闻闻自信，信成无上道嘛。所以刚刚讲的这个士有这个概念。哦，所以博士嘛。哦，有这个概念。那博是广嘛。那么东方老祖宗博大精深，他有一个精
哦，所以你广多少，你每一个广你都精哦，这是生命哦学修智慧之学的依归哦，所以他用大数来讲，所以这个学修的精微功法初始从哪里开始？从一门深入开始，一门深入从佛门里面的术语，是为了让你得到根本智。那什么叫根本智？根本就是你本有的，叫做根本。不假他求的那个东西哦，那一种智慧叫根本。那为什么我们现在好像没有啊？也没有根本智的作用哦，因为我们哦以佛的概念发展，所以我们把这一个根本遗忘太久了。遗忘表示它并没有不见哦，是我们不知道它在哪里了。所以这个我们又不是指我们的本性，是指一。妄为本位立场而称谓的我们哦，这是这个东西。那这一个生命状态依妄起用这个薄就开始了哦，因为具生烦恼有一个叫做贪，那贪一定是多嘛，对不对？好嘛，对不对？啊，都有一个这个好又以多的概念嘛。然后你说一张比较好还是两张？对，我们一般如果没有定位的话，当然是两张啊。对，哎，你那是2张100块，我说1张1000块，对，我这时候再来后悔，哦，我搞不住的，对，那你为什么要后悔？揪心，因为贪，对不对？哦，啊，没搞清事实真相，先贪再说啊，2张，对不对？拿到了，得意洋洋，哦，所以这个时候好像我想到以前有一个例子啊，有一次我在斜坦嘛，啊，五六个，哦，五六个那个有五六个同参来。啊，有的互不认识，然后那时候呢，告一段落了，然后波亚老师啊，哦，就跑去那个外面在讲电话嘛，有人找他，也可能要请教一些事情，就在坐在我们那个哦这个官址那时候中心的外面的大门口，然后就讲着讲着，好像抬头一看，看到一个年轻人骑着一台脚踏车，哦，当然可能不是他们的那个啦，欧巴啊是什么的，对。哎，然后就一个年轻人骑脚踏车，然后看他坐在那边呢、啊，也很好奇，两个就对打起来了啊。啊，讲着讲着，然后讲东讲西，讲讲着，又没多久，那个年轻人就被他带进来了。哎，那这个是有预约协谈吗？结果问一问不是，是路人甲，哦，路人甲，然后再很好奇里面在干嘛，因为我们玻璃嘛，你都看很透明，看到里面在干嘛，他就很好奇。他听说这个也有在生命成长。也研究东研究西，然后进来就开始聊，聊到都快哭了，哦，都快哭了。然后博雅老师才在旁边越听越压抑，那怎么跟外面讲的都不一样？哦，这年轻人，啊，后来呢就觉得他很可怜嘛，所以有人会很好心嘛，就随喜给我一些资料，我就全部啊，哦，就请博雅老师交给他嘛，对不对？交给他就教他，因为日子难过嘛。对不对？哎，跟波亚老师在外面跟他谈的，好像不太一样，他好像很哦风发，意气风发哈，事事都搞定，好像这一种又进来。所以你看，是不是刚刚我们讲的那些状况都出现了？啊，总之嘛，你遇到一个哦比较危急的人，就把所有的资料给他带回去了，然后他们也就很压抑啊。他说：“你怎么全部给他了？”对啊，他需要嘛，哦，需要就让他回去好过日子，因为他又跟你说啊，我那个房子明天不知道能不能住了啊。哇，那个什么不知道怎么样了啊，一大堆很可怜。结果啊，我重点不在这一段了哈，可是要有这一段你们才能知道后面那一段了。重点在后面那一段，然后后来呢，老师就很热心呐，就为教学顾问卷呐，哦，现在不知道统计学吗？哦，问卷呐，这个叫做什么？也不是为了投票率啦哈，问卷还有调查，哦，然后他就问了很多同参哦，如果发生这么一件事情。哦，你们会不会像师傅这样全部都给他？哦，所有给我的，我连翻开都没翻开啊，我连摸到都没摸到，就全部给他了。他就说没头了。哦，这个，那你会怎么样？哦，就一个一个问啊。然后有的就说我会哦，因为他在场嘛，不好意思，我会放在桌子底下这样翻看看哪一包最少就哪一包给他嘛，还有意思意思了嘛，对不对？好，这样，有的就这样，还有的就说。
哦，我会先摸一摸，看哪一包比较薄的哈，哪一包我就得给他这样，我都是啊一大堆啊，所以你看呢，我们想的跟实际就不一样啦，你薄的就比较少嘛，搞不好有人家用一个特别薄的里面，对不对？1000万支票，对不对？啊，而且了大了，对不对？厚的，对不对？1000块，不，还不到，要10张100块哦，很厚嘛，对不对？啊，那有的时候，那这样不好，我会看哪一包比较重，对不对？一包，对不对？10个50块，对，最重啊，哦，所以你看，我们都用我们的知见，哦，那这个，哦，为什么讲到这边？因为刚刚我们前面有讲到这个布施，我们有时候认为很多，哦，啊，回馈不多，哦，这是现在人的常态了。那像这种东西，它就像布施嘛，哦，它也是布施嘛。哦，那为什么我第一句讲它就像布施？哦，因为它实际行为就是布施。怎么讲就像布施？因为其实我要跟你表达是，它是一个供养，你懂吗？而，哦，不是人家给我这一节叫供养，是我们给人那一节叫供养。我们用无上恭敬之心，哦，我们看待对方犹如阿弥陀佛，对不对？来到我们面前，啊，我们看到他真的会认为阿弥陀佛吗？然后学理上是这么讲，对不对？你只要你没有真的懂，你就会用佛言佛语说我们应该这样，好。可是如果你真的懂，你本来就是这样，哦。所以他是用供养权术，哦，给他。那权术什么？权术不是你拿到那些权术，是你当下所有的权术，你全部给他，你还要帮他净化，还要帮他，哦，法供养。刚刚那个叫财供养。哦，那最后要安慰他，那叫做无畏供养。所以具足三供养，哦，于一时全部奉上去。哦，本来这样，所以我刚才讲说好像是布施，对不对？哦，那供养跟布施最大的分野，行为上完全没什么差别。哦，可是心境上10万8千里，供养是无我之心的奉献。那我们众生都有我，对不对？哦，所以我们布施是为什么？为求福德，哦，啊，无可厚非啦，因为我们现在还没有证道嘛，哦，那么也可以，总是比我们想求福德而一毛不拔好了，对不对？哦，而完全不布施，所以关键就在这边，你的回馈的多寡就是在这一个存心。如果你们真正是供养的话，哦，那你们这一个人世间，哦，你们只要有一次的经验值，真正供养的经验值，你就安了，哦，哎，不是笑脸的安你啊，哦，是还活得开安哦，对不对？所以你的心哦就不用再去什么浮动了，因为那一个一的供养出来，你就是一切供养，所以你所行持的任何行为都是对一切苍生的供养，那么一切苍生也就是一切诸佛如来。哦，所以这个是供养的层级。所以刚讲的起识，哦，即便身无分文，哦，可是它的能量充饱，哦，在古印度的时候，世尊僧团个个都有道恨，哦，1250嘛，对不对？你看1250个常随众哦，那你知道世尊当年讲法没有像我们现在？哦，环境这么好，还有吹冷气，对不对？还固定时间，哦，在这个有音响的地方，他们就是油画。油画的意思要走到哪里，啊，机缘到哪里就讲到哪里。那你看，跟着他的不是15个、25个、125个，是1250个。哦，那走到哪里，就整个大批僧团就到哪里。哦，那当然，这僧团里面也有6群比丘在闹事。哦，不过也多数诸佛如来来示现一种对法，哦，这一个对法哦的示现，让我们明白，当我人生遇到一些困境哦灾难的时候，我有一个依循典范哦，我模仿一下他，我可以怎么应对我的人生的灾难，对不对？那我们现在的人为什么会有那个烦恼？哦，刚刚前面讲的，啊师父啊，这个人他有迄个无超凡呢，哦，对不对？那你啊，他有迄个人也爱超凡呢，就差别这样啊，
那时候有一个老婆婆就跟我说：“啊，你不是人，你别当那讲啊，我不是人。就”就而且这个如果在外面讲的话，有的人就会生气了。你骂我不是人，哈，人可能不是骂你的意思。所以你看，要了解其意啊，意念在表达什么，而不是那个文字本身。然后我不是人，啊，不是人，行你嘛赶快啊，买把刀腰啊，对不对？吼，买迄个啊。买穿开啊，嘛两个鼻孔啊，对不对？阿伯生一只角啊，吼、哦，然后不是人嘛，是为是人，吼、哦，演变出来啊，演变是修辞啦，吼、哦，不是刚刚讲的那个演化论啦、啊，就是换种子嘛，哦，所以这个博士启示当年他们的音化都是以托钵，那这些托钵都是一种什么回供养，哦，所以这个制度是很严谨的。在托钵的行持里面，你不能要过，我们用要的概念啦，我不能起，起过所谓的第七家，那么第七家如果你敲人家的门，啊，能不能施主，能不能施舍一钵饭给我，人家还给你，哼，对不对？那你怎么办？你就摸着鼻子默默的走回来了啊。那为什么叫默默的？因为沿路你都要检讨自己，反省自己。啊，我迷信德修不够嘛。所以我们连要口饭吃都没人给嘛，而且还不是要一个，还要七家了，对不对？而且还特别选那个豪门，对不对？对，大户人家啊，长得不一样啊，结果一口都不给。这时候修行人就是忏悔，你懂吗？那我们现在，第一家不给已经那个啦，甚至人家都给你了，七家都给你哦。当然他的制度是你拖，等下你第二家拖到了，你就不能再往下了啦，七次机会啦。最上限的那一次。那我们现在是人家给你，对不对？还偷偷塞给你，你再来比较，怎么没有像昨天的那么好？那这样，这起心动念就造业了。那总之，他们的行起不主要也，我刚刚讲的不是要吃那一口饭。所以有时候人家给的是一种酸掉的，你也吃，你也吃。那他主要的是什么？有机会回供养回去。回供养回去，那为什么？因为他们的供养之心亲近本体，本来就无量无边福德，所以你们一定要知道为什么劝着你们布施。其实拉到最高点的目的是为了让你们放下我们基底的贪的，或者是我们的想要，想要，或者是现在讲，师父，我学了法之后，我没有贪哦，我没有想要哦，你不要这样看扁我哦。对不对？那就你的需要，对不对？啊，他不知道需要，也就是想要来的，对不对？所以在那边兜来兜去而已。所以也就是放下，到最后我们认知我们的需要，通通放下了，你这时候的福田是圆满的。你要听过人家形容佛是什么？福慧双足尊，对不对？哦，两足尊嘛，你们这样皈依佛，两足尊嘛。而不是说你皈依了佛了，你就是两只脚里面最尊贵的，而不是两只脚，对，我们人两只脚最尊贵啊，对，比那个鸟还尊贵啊，对，鸟也两只脚啊，鹤啊什么啊这些，那他讲的是福德资粮，跟智慧资粮双双具足，那个在我们清净本体里面，那这个目标这一个位阶是佛菩萨的生命状态，那那个佛菩萨是谁？也就是我们，所以薄地凡夫是自己，佛菩萨还是自己，那个糊涂的佛菩萨就是我们这个薄地凡夫，我们这个薄地凡夫努力修持改了，改个性改到圆满了，那个生命状态就叫做佛菩萨。所以这个薄它有一种所谓的回的一种概念，而不是多的概念，那西方就是多通才教育，所以这一个回向就像树一样，你刚开始是扎一个根，最后慢慢长，长出一个茎两个叶，对不对？那一个根而已，你发现树怎么样？你抽起来底下只有一根的时候，你看到上面只有两根那个叶瓣的时候，底下还是一根而已，一点须这样而已，那什么时候才开叉？就是它这个长出叶出来的时候它才会开叉，所以它下根上等同，所以意思就是说你的根扎得越深越牢，那个根的多不是多的还是牢牢固，
越老的时候，你的枝叶花果就越茂盛。那枝叶花果的茂盛就是一种回向的概念。哦，回向，然后你们去会不会找一根枯树在那边乘凉？所以枯树没办法利益你啊，哦，回向不到，所以他所有的一切扎根都不是为了利益自己，哦，都不是利益自己，可是他会花尽所有一辈子的力量，甚至力量在扎那个根，因为利益长生，哦，那你那个根的雄壮度不够，你就没办法，所以那个果是从这边出来的，利益长生的有个回向嘛，哦，是从一门深入长时熏修，最后才开枝，哦，开叶结花结果。啊，这个果又会掉，哦，啊，掉了之后，人家讲春播一粒种，秋收万担粮，对不对？所以它又会去延续蔓延，哦，那这又更大的回向，那这时候重重无尽，哦，这时候才能体会到华严境界在讲的一即一切，哦，大而无外，小而无内，哦，它是一个无止境的虚空藏，哦，那么那一个无止境虚空藏，也就是我们自己一个本体。所以我即是尽虚空遍法界，尽虚空遍法界即是我，哦，这个是我们生命的真相，哦，那你看我们现在听到这边差多多，对不对？哦，我们现在还在蜗牛角上争，哦，蜗牛角上，对不对？何须争，人家这样讲，那蜗牛角就是那两个眼睛啊，哦，在那边占地盘啊，这边画，这边是我的，那边是你的，然后你现在看到蜗牛的角上面有两个细菌在那边争地盘，你会觉得很可笑，很可笑啊！那我们众生在相对虚空法界，就像那两个细菌啊，哦，在地球在那边划分呐，划来划去啊，啊，起心动念都错嘛。所以博学哦，是叫你地初始的一个学习态度，已经是有回向心了哦，这个是很不可思议的。审问哦，那为什么多个审问？因为我们世间人的博学。就是西方概念学得多哦，那他不会分辨，所以叫你审视哦，审视那问就做学问嘛哦，你那个问就是厘清的意思嘛哦，那厘清就好像佛门有讲疑情哦，那他当然不是怀疑，怀疑的人他不会厘清的，那他也永远厘不清的怀疑的，为什么？怀疑的就是戴着墨镜在看一切的事件。比如说这个花白白的好可爱，对不对？那我戴着墨镜，深绿色的哦，然后深蓝色的，深红色的，对不对？墨镜啊，很多颜色啊，然后再看这个，然后老师跟你说，跟你编哦，这是红色、绿色、蓝色的，那你就会老师跟他讲，然后他一直问你，那最后你有没有给他答案？有没有办法给他答案？他还是不相信你，对，这个叫怀疑。疑情不是疑情，是你对一个事理。人事物不明白，你存着，你不要去下判断。那么怀疑不是怀疑，是先有一个自己下判断的基底稳固在那边，卡死在那边。那一切对不到我这一个稳固基底的答案的时候，我就否定一切。哦，这是怀疑。哦，所以怀疑的有点像什么？鸡蛋里挑骨头了。哦，鸡蛋里挑骨头。那我们常形容这种人哈，很悲哀啊，因为每天回家都跟骨头在一起。因为鸡蛋里挑骨头的人也会很厉害呢，心想生，对不对？一切法心想生，那一种神通都出来了，对不对？他鸡蛋里真的会让他挑出骨头，哦，然后就丢家嘛，都收起骨头，他就不愿意沙里淘金，对，沙里淘金的每天回家都跟黄金在一起，对不对？每天都有得用，所以这也就是一个求学问的态度，所以博学审问慎思，你思哦，也不是世间的，你在佛门里面也不是世间人讲的思考。不是，它有这个要思维，要哦，就是快乐那个乐哦，叫做要念去生。那有一个乐于哦良性哦的一个概念，良性的思维。那这个思维不是思考的意思，它是一个探索、摸索哦。你要有一个良性的态度去摸索它，那跟思考不一样，思考是一种分别。摸索是一种所谓的体验感受哦，跟什么？跟依循，你有一个准则来依循哦，所以凡观没有准则的，我们就回到原初西方教学的那个钵而已。所以你看钵最后越来越少，越来越少，金字塔塔尖，它变成处处走不通哦。所以我们现在在职学校的博士，顶多
就只能称之为专士，而不能叫做博士。为什么专士？他在他那一门有花功夫，他能够理解很多他那一个学问的知识常识，很专。那相对于那一门以外的通通不能理解，那这个就不叫博。那老祖宗的博大精深就不是这样，他是从精深而出来的博大，所以叫博大精深。所以你每一个学门你都触类旁通，你接触到你就懂，你懂了之后你沉淀一下，你就又会有深度，那你就会达到专精，所以变成样样通样样精。那么我们世间人的博不是这样，是样样通样样松，多才多艺艺不精，是这样。所以如物属具五技而穷，要飞他会飞，要爬他会爬，要跑他会跑，对不对？要抓他会抓，可是他永远比不过豹，比不过猴子，比不过鸟，都通不行。这个是世间法的学修。那佛法你必得要先封眼封耳，它是为了封什么的？封你的脑的。但不是叫我们多脑残啦，因为我们封不了脑，所以我们才会变脑残啦，因为我们一直在污染脑嘛。污染脑啊，这个脑代表你们的思维嘛，污染我们的思维，所以我们永远得不到清净，我们的根本智就出不来。根本智就像那个大树的那一个根叫根本智，那有一个根本智就有一个厚德智，厚德智就好像一棵大树的后面那一些枝叶花果，你的根本智越扎实，你的枝叶花果就会越茂盛，对不对？而且它会怎么样？它会出生无尽，出生无尽，不会像金字塔最后到一个顶端走不通，是这样。所以古时候的教学跟古时候的医理没有忧郁症这种东西的原因就在这边，因为那个大树的发展是开拓的，当然这个都是以大树法则来讲，大树法则。那我们现在大树法则刚好跟古时候的大树法则颠倒，我们现在也不全然都不好了，可是大树法则多数都不好，都出现在教学的功法不够精微啊。那在精微之前还得要正确，那我们现在是连教学的方向都搞错了，为什么？布袋和尚告诉我们啊，说把清阳插满田，低头便见水中天，六根清净方为道，退步原来是向前。这一个也就是东方老祖宗的教学方向，叫你让叫你退，所以连自己都不要多，我需要的也不多，甚至到我最后什么都不需要。哎呀，那种那好可怜啊，你要买家啊也不需要啊。如果不是刚我们讲的为了众生之感而有所回应回馈，你吃那么多干什么，对不对？哎呀啊，不吃那么多总是少也要吃吧，对不对？啊，吃那么少要干嘛，对不对？啊，总不能不吃吧，啊不吃最好啊。啊，不吃就看度假当时啊。另外，现在还有人为着迄个安乐死，对不对？花那么多钱，对不对？对啊，花那么多钱叫做自杀。那我们现在的人，对不对？很多也没花钱自杀。那你觉得花钱自杀跟不花钱自杀哪一个值得？都不值得当中的比较啦，哈。好，那最后呢？就有一种是什么？不用自杀可以走得很好。所以在前几天我跟一个医生啊在那边，他们那边人问我这个问题嘛。然后我就跟他讲说啊，为什么不把那些金钱跟时间，对不对，拿来好好学修，最后就可以自在往生，对不对？啊，也不花钱啊，对，也不花时间啊，然后也不会让家属难过啊，对不对？啊，也不会造成社会议题冲突啊，对不对？大家和乐融融一片。那你看六祖慧能不是这样吗？对不对？你们台湾广钦老和尚不是也是这样吗？慈航大师不是也是这样吗？对，虚云长老、弘一大师、释迦牟尼佛、舍利佛，对不对？哪一个不是这样？说要走就走了，坐着啊啊啊！大家没事了哈、哦。哎，这个人世间我活厌了，你看人家活厌得很高兴啊啊！有没有很难过？为什么活厌了？我当然不是怕痛活厌了，对不对？是这个人世间所有的乐趣都不能满足我火焰的所有的乐趣呢，你知道吗？那我们现在要死都是什么？哦，所有的乐趣都得不到，对不对？
反正我们是所有的乐趣都不能诱惑我的，然后所有的乐趣都得不到，最后只有痛苦，所以我们要很有尊严的走，对不对？吞断、哦、有一种液体毒药跟硬体毒药而差别而已啊，有一种喝下去会痛的毒药，有一种喝下去不会痛的毒药啊，都是毒药啊，那毒药不是自杀嘛？所以这是现在众生的一种愚痴，然后依他的妄见又会开始延伸，那以后这种事情可能会越来越复杂。所以那天最后的结论是什么？文哲医生他们等人说：“自求多福，自求多福啊，对不对？哦，那你们知道永元配命，自求多福，对，命由我造，福自己求。啊，明明就可以人生哦，活学哦，修道没有烦恼忧虑牵挂，然后也没有所有的这些病痛缠身。”哦，那你这一个人是快乐到不行的。那为什么最后会离开人世间？因为人世间的功业的岁数有极限，哦，所以它不能因应你的大福报，所以你必须什么快快乐乐的，对不对？哦，在人世间关机啊，赶快去到别的世间哦，来受用你更大的福报。你看去极乐世界多好，无量寿。那时候有谁会想安不安乐啊？就天天都很安乐，还要安乐来一个死，对不对？哦，都有这些问题。所以许多人不能理解学习为什么？至少你们世间的五福它都可以临门哦。那当然我们要从这边哦去检测自己，我们世间五福临门了吗？没有。那没有怎么办？没有就是我们的起心动念、言行造作。有违背于五福这个结果的原因，那怎么办？一个一个去解析剖析，啊，这个范畴就叫做学，哦，你没有去理解学习，你不知道，你不知道你的结果永远只能什么想而得不到，啊，所以学只是为了搞明白它的理路而已，那搞明白理路的就是修，哦，所以佛门也常跟着我们，哦。离可顿悟，哦，是须见除，对不对？那么是为什么须见除？哦，因为它又有一个非今生今世我顿悟所制造的业，因为顿悟之后不会造业了，对不对？它是在我顿悟的这个此刻以前，生生世世于无明不明白的状态底下，曾经起心动念言行造作错误。所产生的错误的能量，在我现在顿悟之后的日子，哦，又会愈演远而起用，那时候的事叫渐除，一个一个产生，一个一个就除掉了。所以这一种人，哦，的修持很高干，哦，他一旦悟了，他后面基本上有所谓的灾难之事，却无灾难之受，感受没有，完全没有。哦，所以他遇到灾难就像你们在看灾难片一样，你们曾经去电影院花钱看过灾难片2012看过吗？没看过。彗星撞地球，复仇者联盟有啊，那还是有啊，对，复仇者联盟不是那些外星恶魔来，那个就是地球人的灾难啊。啊，你们看的怎么样？看得出来嘻嘻哈哈啊，对不对？还花钱，对不对？你的人生你不要这样嘛，对，所以开悟之后的人生就像这样，而且不用花钱，天天嘻嘻哈哈，然后看到这些世界的灾难一点惆怅都没有。哎，你可不要误解哦，好，然后那他没慈悲心，没良心，他如果有惆怅之心、忧郁之心，他就没慈悲心，他就没办法依慈悲心起作用来帮助你，而所以那时候他真正的慈悲，所以因为他自己不受扰，哦，所以他才能回来帮你改，你懂吗？就像你是看电影的人，你看的这一部戏，对不对？有些剧情这么悲哀，对不对？不好，对，你没有跟着悲哀啊，所以你很理智，已经在里面盘算，嗯，我怎么改这？所以你回来，等他下档之后啦，没有盗版的问题的前提啦，哈，因为现在的盗版也是一种签字啊。你看佛门没有一本经后面跟你写什么版权翻印必究的，没有。我们中国老祖宗的任何一本古书通通没有，
哎，可是现在人哦，去收集佛经，然后自己重新排版一下，内容一模一样，最后自己出版，然后后面写版权翻印必究，对不对？哦，所以这些人就会越来越愚痴。所以版权不要翻印必究的人心量大，所以他的福就大。哦，所以这个就是有一些人在问我们以前那些法宝了，他说这不是你自掏腰包吗？而且你是艺术家就是创作吗？啊，怎么没有这个啊？你不尊重哦，不尊重这个法律哦。我不是啊，我又没叫法律不要设置这个所谓的专利权什么的。哦，可是我们自己知道生命的理路，我们不要未来变愚痴啊。哦，我们不要未来变成五福临门哦，都不来我家，都临别的门啊。哦，所以我们希望他来，所以我们心量要大，在生活当中任何一个只要依持真理之法的，我们就运行，那这样子你的人生必然哦快乐无比哦。所以我刚刚讲那个改，对不对？改画面，你就回家，你就用自己的电脑剪接软体就改了另外一出了，对不对？哦，他自己又看得很高兴，这个就是佛菩萨无尽慈悲使然，所以他没有烦恼与牵挂。那我再三强调，那个佛菩萨是谁？是你们的本能。哦，一旦你们学习的方法、方向、理论都正确了，那么你们要达到这种生命境界，它不是天方夜谭。哦，它甚至在你一念间哦悟到的时候即得。禅门也告诉我们：上则一念间，下则无量劫。为何下则无量劫？下下根，下下之辈。下下之辈就是形容我们妄念多的这些人，我们贪求心多的这些人，我们的这一个狐疑心多的这些人，佛门归纳为贪嗔痴慢疑这一些执性特别深厚的这些人叫做下。所以这一个下下根下着无量劫，不是因为我们没有能力，而是老因为我们不肯放下我们的贪嗔痴慢疑，如是而已。所以学修哦，不能把它搞得太复杂哦。只要你能够按部就班，一门深入，长时熏修，随着时间的熏染，你必然哦把你的心熏得越来越安定。心越来越安定，自然起作用的生命境界就叫做美好。至于这个美好的形形色色，讲不完哦，讲不完，因为它也是出生无尽。出生无尽，因为我们白话叫做它的变现也无量无边啊，可是偏偏都是美好的那一类，所以善学者应该善于往这个方向去沉淀，然后去精进去努力，只要你肯，没什么幸福美满你得不到，所以希望诸位在这一个人世间有缘在相逢，是吧？你们在讲的在相逢于佛法啦，如来正法，不要让他又错失啊，那么一样应该用一种所谓的更亲民的知见去理解佛法，它不是一个宗教，不是一个迷信崇仰仪轨的运作，而是一种我们生命觉醒智慧之学的深入，只要你深入它，你必然得到，希望大家都能够去勇猛精进于改革性当中。今天就讲到这边咯。因为也没有时间让大家提问了。感谢诸位。
喜乐。该舍诸有子无求啊，不为自己求安乐，但愿众生得离苦。哦，这不是佛菩萨哦当年于因地修持当中哦所发的愿力哦的专利了。哦，这个其实也不过是当年佛菩萨无尽慈悲哦在因地修持的时候哦，借着这一些行仪。哦，来警醒我们后世众生，他告诉诸位，其实你们大家都可以，感谢诸位。Sana.